안녕하세요. 나는 Z. 안녕하세요. 나는 제스퍼스입니다. 没错, 如标题所见, 今天呢, 就是我们的 300订阅 Q&A 时间啦。 Oh my god. 那今天呢, 我要来回答这些 300订阅 Q&A 的问题呢。 废话不多说, 直接开始咯。 Go! 哇, 这个观众一次问了11个问题。 好, 那我们就 一一来帮他回答一下。首先第一题， 今年几岁？ 本人今年13岁， 虚岁14岁， 谢谢。 今年就几年级？ 目前要升国二。 为什么想做 YouTuber？ 50订阅 Q&A 有讲过， 但是我再讲一次好了。 为什么想做 YouTuber？ 其实是当时我看到有人有10万订阅奖牌， 100万订阅奖牌， 1000万订阅奖牌， 我就蛮 羡慕的。 对， 然后呢， 我是觉得 希望有一天我也会达成嘛。 然后上一次 Q&A 说的， 我觉得我应该达不到耶。 VCR， 你觉得你什么时候会到10万订阅？ 10万订阅哦， 其实这对我来讲是一个目标。 但是觉得哦， 10万订阅应该会两年以内可以达到吧。 我对我自己的猜测。 好了，两年以内啊，对我来说，我感觉我两年以内。好了，我的目标我把它改一下好了，就变500订阅就好了。我长大想做什么？YouTuber 兼歌手。最喜欢看什么电影？今年有看了一个叫《马里奥兄弟》的那个电影，我觉得还不错看。最喜欢什么明星？我有4个，我可以列给你们 ：BTS、Blackpink、Seventeen、G Idol， 对，这4个都是韩团。你喜欢什么食物？蛮多的耶，就是有 味噌汤、汉堡啊、薯条啊、炸鸡啊、胡萝卜丝儿炒蛋啊、洋葱炒蛋啊、炒个梨菜啊，反正很多就是。但是我最讨厌的4个东西：第一名香菜，第二名芹菜，第三名茄子，第四名苦瓜。谢谢。 我顺便把第8题回答完了。<笑>你喜欢什么物品？就是 桌机，然后有钢琴，而且是可以连到那个桌机，然后还有耳机音响，然后还有一个麦克风，而且它也是连到那个笔电，那个我会非常喜欢，我会非常爱它，因为那个就是我作为一个音乐人非常喜欢的一个东西。你是什么星座？跟你是什么时候生日？我是金牛座，所以金牛座我换算下来，我大概是4月20号到5月20号里面出生的孩子。 然后我就是5月17号，蛮后面的啦，我5月17号。<笑>好啦，那我们哇塞，一次回答完了，好几个问题。呵呵，可是我300订阅Q&A，你我怎么喝了？请问你什么时候才可以好好用功读书呢？好的，那今天影片就，麻烦认功读书，我有啊，我有认真读书啊，听说，不信可以问老天爷。如果我说谎话的话，我就会现在消失。 好的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不晓得回答完这些300订阅 Q&A， 我觉得有点烦，没有烦了。好，那我今天的300订阅 Q&A 就先到这边，然后如果喜欢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帮我按赞、留言、订阅、分享、share片台词，然后我的 IG 在这边也欢迎追踪一下。对了，顺便预告大家一下，下一部影片 是开箱影片，但是在开箱影片前面会有个音乐影片，那这次我就先不抽签了，因为我先提前预告给你们。好了，那我是 Jasper Su，Next video see， 下一部影片见啦，拜拜。